我只听说过逃出五指山，还真没听说过什么逃出五连鞭啊。这玩意儿计时才40多秒，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？开始，我躲。哎，腿踹我就算了，你还自己来。计时才40多秒。40多秒。Later。 嘿嘿，我躲在这儿你打不着我了吧？嚯，这还来了个大的，放马过来吧。这啥意思啊？你才越减越肥呢。看来下面来的是最猛烈的一个了。我去，矮左熊啊，你不要过来呀。没有想到最后打败我的竟然是胖啊。此刻我拿着炸鸡的手有点不知所措。